结婚是其中一项人生大事，场地不外乎就是婚宴会馆或饭店，前来参加的就是亲戚或朋友们。但是如果今天是一场车友们的婚礼，因为一台车而相识，因为擦一擦而加入的群组，大家一起穿着西装骑车参加一场特别的车聚婚礼，那会是怎样的体感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阿飘，有没有看到包场活动？我们今天在干嘛呢？来来来来来，看一下后面满满的擦一擦。今天是什么活动呢？今天是一场重车婚礼，然后主题是擦一擦的婚礼，所以今天就是满满的擦一擦。去年我们十二月有去参加了 King 跟小安的求婚的车聚，那他们今天呢，在这个乐湾粮仓举办这个重车婚礼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请到所有擦一擦的车友，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。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会很像绅士入席一样，就大家都穿着稍微正装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在里面会举办婚礼，然后呢，我们进来的时候，绅士入席，他会准备一个看板。我们今天擦 S 啊，也有准备一个看板。我们刚车友已经都陆续进场了啊。今天是请到这个老康，今天是请到老康帮我们拍照，哦，真的是辛苦他。他今天没有骑擦 S 啊，但是他今天是摄影师。来，我们往里面走。今天大概有八九十位报名，然后只有少部分不是擦 S 啊，所以擦 S 啊全部停在这边看一下。有700，有900，有新款，有旧款，有子弹头，也有没有子弹头的车，全部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其他不是 XSR 的车种，就是在这边，都是一些亲友团们。来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，今天我们有什么活动。那我们入场这边，我们今天没有收礼金，场地费就是大家平分，好玩就好。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准备现金，可以准备汇款。进来之后，这边就是报道区，我们都是预约制的。这不是昆娜吗？连昆娜都来了。红包袋是我哇，金色的有吗？好帅哦，是不是？还不错，自备的红包袋，没办法，拍个照，假装有拍照。咔嚓。好，这边就是报道区，然后他们在准备。好，我们往下一站。进来之后，这边有一个背景区，就可以在那边拍照。那我们今天有特别准备摄影师，好，摄影师是那个可可拔，就是他是在北宜追焦的追焦手可可拔。对，今天他会帮我们拍照，哦，非常辛苦他们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座位区今天都是室内的，可以看到大家现在非常的悠闲，因为我们就是现在是进场时间，所以我才有空拍。不然的话，我等一下应该没有空。那我们今天会准备一连串的活动，等一下就慢慢跟大家介绍。带大家看一下那个户外的场地。那我们今天除了婚礼活动之外，这边我们还有提供饮料，有汽水，有奶茶，不能没有这个吧？直接开喝。他们特地帮我准备一箱，他们说没喝完我不能走。然后我们今天的餐点，我们虽然在乐湾粮仓，但是我们是准备自助吧，就是有请外汇来这边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大家自助吧吃到饱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安全帽展示区，今天哦可以看到大家戴着不同的安全帽，满满的安全帽。各位是不是听不到声音了？没错，我也是。当天拍到一半突然打雷，然后我的蓝牙麦克风就开始收不到声音，所以容许我补充一下内容。当天我们还是有准备了免费的拍贴机，可以拿起桌上的标语来拍照，或是将手机里的帅气照片直接上传这次准备的 APP 相簿，现场就可以直接印出照片给大家留念，想印几张就印几张，没有上限。来到户外证婚区，有替各位准备了椅子跟伞，因为待会将会在外进行证婚仪式。不过背后的乌云真的是有点恐怖。虽然说这场车聚婚礼活动我有邀请一些赖群的观众们参加，但我真的不记得我还有邀请这些乌云参加。而当天的证婚人是从花莲远道而来的小梁哥，自从签了凯旋之后就定居花莲。虽然与蔡沙车友们不常见面，但是我们每天都在群组里干话。不知道是不是当天干话讲了太多，天空突然一声巨雷作响，下一次只能先跟大家低头道歉。不过我想是提供北亚迫不及待参加这场车聚婚礼了，所以我们就赶紧准备一下。这场由蔡沙神雕侠侣小安与 King 自办，加上蔡沙车友互相帮忙的婚礼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Thank you.
爱他、安慰他、尊重他、包容他，绝不他恋，终身终身不渝吗？我愿意。顺利在大雨来袭前完成镇魂仪式后，我也请上次切地瓜环岛的700车友苏帮我录了大家给新人的一句话，顺便让大家看看，其实叉叉女车友真的是蛮多的。快逃！快逃啊！我就说嘛，说刚刚那个打雷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有人讲错话。谁讲错话？不好说。就是你啊！你要为这场婚礼突如其来的雨负责。刚刚雷打成那样，我看等一下应该也是差不多了啦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有室内的活动，我们去参加吧。好。就算我嫁你，小安还是大安。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遇到女生求婚的，谢谢你们勇敢追爱，会喜欢我们勇敢追爱。要幸福，一定要幸福，幸福快乐比什么都重要。希望你们可以白头偕老，然后那个小小孩。小安贵，小安幸福美满。这是我刚刚听见的感觉。新婚快乐。祝福就是小安跟阿金新婚快乐，对吗？保身贵子，永浴爱河。希望你们可以一直骑车骑到老。希望你们可以做个榜样，把我老婆抓来骑车，谢谢。百年好合，修愉快，百年好合，新婚快乐，白头偕老，赞。百年好合，神雕侠侣。恭喜 King 跟小安终于结婚了，百年好合。新婚快乐！祝两位骑车长长久久，不要扣牌，打妹！恭喜百年好合，一定要幸福！耶！很开心，因为你们认识很多叉叉车友，祝你们新婚愉快！小安是我的，不要独吞！阿金，祝福你新婚快乐，也祝福小安。那很高兴认识你，很感动跟你们一起环岛，然后认识了这么多人，谢谢你，我爱你们！嗨，小安King。结婚呢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，很高兴你们决定踏出这一步，祝福你们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好不对。祝小安跟King永浴爱河，恭喜喽！祝King跟小安早生贵子，因为我们是当爸爸。祝你们永浴爱河，祝你们新婚愉快。太爽，好棒！再带我去好多地方玩，我要去乐斗亭，我要去阳金。我要祝福小安跟King嘛。以后继续幸福肥下去，跟我一样哦。希望你们能够百年好合，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的一起来骑车。午餐时间，大家享用着自助吧。今天准备的外汇食材非常的多元，从肉类到海鲜，从米饭到面食，就连甜点上都有小巧思，为的就是给大家一个美好的体验。参加车聚婚礼之余，也要能填饱肚子，因为待会还有新人们准备的小游戏要让大家来玩。好在这场雨是下在室内活动中的时间，小梁哥要回花莲的铁路似乎因为雨下得太大而中断，所以提早赶回车站，改绕南回返程。
北齐也因为当天赶着上片的关系先行早退，而我们其他人则是在赌接下来的天气。雨过天晴，哎呀，怎么带着贴纸呢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要这样，蜻蜓都出来了，蜻蜓都，哎，真的哎，蜻蜓都出来了。今天下雨要怪谁呢？不能怪我，要怪的是这个。哎，你怎么走到哪都下雨？不是，他们说是我害的，不对啊！啊，我一路骑到平林才下雨，平林是新北市的地盘吧？哦，怪我咯，你赶快回去好了啦。抱歉。好啦，刚刚经过一阵大雨，现在还是出现了蓝天，真的是超级大，超级大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XSR有哪些。好，我们雨过天晴之后来看一下今天XSR有几台。刚刚出估算了一下，35台，子弹头就有6台，然后那边有一台盖车罩，是之前我们介绍过刘大哥的车，因为他很宝贝他的车，所以下大雨的时候他竟然还有带车罩。然后这台是滴滴的粉红色，哦，每一台都不一样。看这个水，刚刚真的雨下很大，连新旧款都有哦，700、900都有，就是大家同乐。然后今天乌鸦呢也特别租了一台900来到现场。然后这台是阿贝的车，然后这是刘大哥的车，哦，真的是盖起来了，怕雨淋啦，他真的很宝贝他的车。然后这台是新款的 S2 子弹头，然后这个是台湾的厂商，也是子弹头，所以一个瘦一个胖。如果对各位有兴趣，我改天再介绍。然后这台就是航航的车，哦，他要被扣牌了，这次特地骑上来，我都还没介绍你的车就被扣牌了，让我下次要跑到南部去介绍。哎，哇，不要踩，不要追我大车。现在骑车真的太艰难了，不小心就扣牌了。我们现在里面有其他活动，我们等一下再出来。现在天气还不错，等一下应该是可以维持一下。来喽，航波！哦，不要跟我获奖，不要跟我获奖。我是你哦，就再抽一个评分。因为我刚在老婆那边订了一个。但是我捐2000出来，对吗？哇！下一个捐的是谁呢？这样谢谢大家，就是今天特地来参加我们的这个9月8号的三峡车聚婚礼。其实我觉得呢，虽然说是婚礼，但我觉得应该是三峡借由这个缘分，然后大家站在一起。我们骑着同样一台车，然后呢，因为同样的理由在路上分歧。但是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乘坐自由的那种灵魂的感觉，我就希望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喜悦是可以被传承的，那未来的话呢，也会希望大家更多的来骑车的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先帮这些从远地方的人来的车友帮鼓掌一下，好不好？现在借由大家这个车子，然后这个电梯，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尽兴，然后安息，然后大家可以回去欢呼哟！谢谢大家，感谢。因为原定行程中我们是有环湖路骑的环节，比较先前花衬衫路骑的路线还有绅士路骑的概念，特地请了摄影师驻点记录一下大家穿着西装骑着自己爱车的画面，而我也有荣幸受邀当头车带领各位一同出发。好在最后天气总算好转，雨过天晴，虽然地板湿了点，但也不影响大伙们的热情，这一刻大家都是最帅的骑士。其实这场车聚婚礼活动可以算是由 Kim 一手包办，从提案到规划，从找场地到统计人数，协助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，才有今天这场活动的促成。如果不是以结婚为主题，还以为这是什么官方的大活动呢。听说当天还是 Yamaha 的重机大会师，但是不少人还是选择与 XSR 车友们相聚，毕竟 XSR 900只是台水货车，没办法参加活动。不过我希望有朝一日 Yamaha 可以听见900车主们的心声，开放引进。接触 XSR 车友近2年来，有些事真的是有感而发。 XSR 群真的是我待过的车友群中气氛数一数二好的一个，在这里没有太多的利益关系，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感情问题，大部分的人就是单纯的以车会友，
有车聚就出来，有活动就参加。不少人车虽然卖了，但还是互相关心着。叉 XR700 是一台 CP2 引擎，动力非常亲民，保养起来也不算太贵。复古的外形也非常的吸引人，就是那个售价常常会被拿去比价。叉 XR900 是一台 CP3 引擎，低转充沛的扭力，高转势后的声浪，对于刚骑车的人可能会觉得动力太大，但是对于要求马力的人来说，这颗引擎其实蛮有冲劲的。在我买了欧妈妈的那一年，其实新款 XSR900 也刚好出来，同样以 XSR 为命名，但是外形却做了不小更动，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，像我就觉得科技感太重，没这么复古了。还记得当初的售价打退了一堆人，如今也是因为车市低迷才有这么多新车友加入。随着 XSR900GP 的登场，它的售价依然有不少人买单，有人笑称他们为盘子，但我却不这么认为。如果我今天很喜欢一台车，不管是它的外形还是配备吸引我，只要能力范围内负担得起，就没有什么盘不盘的说法。而台湾人最讲究的 CP 值，XX1怎么不干脆买XX车？说实在的，钱也不是花你的，真的没必要帮别人做选择。我想大家会喜欢同一种车型，代表某种层面上来说，大家的个性或喜好也是相似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聚在一块，玩在一块，也借由这次的活动，让彼此的感情可以越来越好。各位，要不要加入 XSR？ 这是我们的 XSR 女团，有没有看到？香的嘞，700、900都有。今天就是来参加 Team 的车聚婚礼。我们刚刚骑完环湖路线，好在没有下雨，那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参加。然后这次 Team 真的帮大家举办很好玩的活动，然后也很感谢各位工作人员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。已经有人先走了，要拍照，好，进去啊。好，今天正阳是辛苦的摄影师，希望大家都来骑 XSR 啊，买车找正阳。好了，感谢今天各位参加啊，如果各位有喜欢 XSR， 赶快买一台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影片。好，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